你还穿？你对面有穿拉了，这太气人了。有这边离鹅堡就是祁连山大草原那边还有50公里，这边就开始有草原了。这边没有加油，你的？幸亏刚才加了，两个妇女都没有。没有加油啊？所以呀，就是说这条路碰见加油站就赶紧加油，不管剩多少，赶紧加满。扁渡口服务区，在这休息一下。门一开，开外面冷得很啊！漏了，刚才有10几度，我要把厚衣服都拿出来。我穿个长袖长裤，还要把运动鞋再穿上。我都穿的短袖短裤凉鞋。哎，你要厚衣服，快把厚衣服往那路上漏。深的，感觉它要有十几度的样子。现在准备翻越祁连山。到祁连山大草原，一翻过就到青海了。对，现在在甘肃。从这一下高速就国道了。扁渡口横穿祁连山，连接河西走廊和青海，为古代兵家上旅必经之地。这里不愧为古今重要关。今天在这里也上演了现代版的抢夺战，造成堵车3小时。小绵羊、经幡、绿地、山坡，哦，这些都是羊，太漂亮了。弯曲的公路，尤其那个经幡点睛之笔。哎呀，牦牛那边，你看看牦牛，还黑的，哦，就你吃的那奶片，这一片。那还要吵个车，谁吵车？哦，哎呀，这弯道还……你开太慢了。开啥慢呀？都是这速度。我听见羊叫了。你听羊叫没有？嗯。手心的外面有一股凉意，就像初冬的感觉。我看人家刚才本地人都穿的薄羽绒服，这路走来风景太美了，什么景色都看了。嗯，经历了一年四季，油菜花、戈壁、沙漠、湖泊、草原、油菜花、祁连山，还有雪山也看见了。堵车了，还挺脏的，刚好在这休息一会儿。这本来是单行道，对向双向的，现在都开到这边去了，就是个对向车道，现在堵车道跑这儿，那前面有对向来车，他们又得这样插过来。你看人家对面有来车，就这样子慢慢走一下，弄得对面都堵开了。一个车带头走这儿，然后后面全都走这儿。然后对象里车在那堵着。嗯，看隔壁这两个车也差点让。后面还有人往过走，还往过插。你看对象来了几个大车，这里看不见，还有几个旅游的公交车。这路靠边的机会，堵的。先到了旁边，下了车了，啊，好吧，一直到了那个空白。哦，让对面车先过去。没素质的。就是。这本来是对向车道，你就跟俺们这都别抢着道，就是那告你对面车都过不去。那这个人辛苦了，淋着雨下来的指挥，要不然这堵死就动不了，对面过不去。你个耳朵爱呛呢，现在就是呛的，我多越呛越堵，现在就到，嗯。嗯，现在慢慢动了，要不是刚才那个小哥指挥，现在还是动不了。嗯，我们都应该感谢他。看这边一疏通，前面都开始动了。那肯定还有人插上来。后面可有人插上来。你不用说。哎，走走，先让他走吧，让他插进来。要不他给俺把路又堵死。啊、哦。对，估计对面的人 还一脸懵，不知道为啥堵车，还觉得前面车祸还是啥，就是因为把人家车道占。咱这边车把人家车
啊，我还以为我们都以为通了，谁知道走了几米又不动了。看看看，刚才又有一个插过去。对对，看看看，人家对面车刚一通，他又站到对面车道又插过去。哎呀，真的一个个的，不，孩子，哇，哎，真是。来了，你还来了。看人家对面对向有车下来了，看见没？一个大罐车，几个卡车，还有几个小车。那对向车还来了，他又插过去。你说不敢乱跑，都在这堵呢吗？他插这一下能咋？还有人插吗？啊？后面有人插过来，然后你俩又堵着不动了。还好，还好没堵，让开了。哦，让开，错开了。啊。小车能错得过，尖峰他稍微空一下就给人插过来。按道理这又没有车后又没有路障，根本就不会堵车。各走各的，没有。啊，前面那个灰车。又准备切记，尖峰插针。哎，你看没？人家对面车来了，不让他过来，把他这夹了。对面车你还插？你还插？对面有车来了，你这样子导致大家都堵车，早把他让了，惩罚他。你还插？都一个个都没素质，都堵到这儿，人堵了快俩小时了。这太气人了。都是没素质。嗯，你一个人插，你过去了，后面跟车插过来了，不一定能过去，就堵住了。听个歌吧，这也没有网，听个以前的视频消一下气。哎呀，就这一会儿会儿非要占眼别人的道。对面肯定有车。那肯定的，对面拉车他都得给人让嘛。看，人是的。啥素质？给你让了，你以为你自己插进来？我这铁锅大车他还过不来。又给人家占道走了。3:30，饿了不行了，没带泡面和开水，早上买了两个饼，先吃一点垫一点，早上还买了点面包，刚好这会能用上吃一下，没想着那能堵车，所以没准备吃呢。马上快到大草原了，祁连山大草原。啊，你看见这个房子漂亮不？下雨拍不到。然后说祁连山大草原跟小瑞士一样，我们过去看一下大草原。你到了下坡鹅堡镇，我们到鹅堡镇。没看门关着，门锁着呢。这蒙古包里面都是吃饭的，本来梦想中草原玩一玩，然后在家吃蒙古包里吃个饭。下雨没办法，还有换了一个冲锋衣、长裤子，还有鞋都换了。快快快，我给你拿着鞋，你个鞋都不换。快快快，赶紧进。好，外面风雨交加，你穿凉鞋冷不冷脚？啊？抗倭土皮，土豆鸡块，米饭要了没？要了。青椒青蒜，磨一下啊。好，谢谢。牛肉没有？砂锅面的。啊，牛肉砂锅。啊，牛肉砂锅。啊，粉条。粉条。跟咱那个土豆粉很像。啊。这个就着米饭吃，好，嗯，土豆丝，都看着了吗？就有点冷，来个砂锅。我刚尝尝这个砂锅，好吃得很。嗯，它比较淡一点味道。谢谢。感觉还不错啊。嗯，这也有住宿。嗯，咱们住点。好，谢谢。这上菜还快得很，好吃。咱喝点酸奶，牦牛酸奶。嗯。
酸哈，它就真的叫酸奶，特别酸，奶味也浓得很。嗯，现在快五点，在上面堵了三个小时，啊，三个小时。吃中午饭，今天第二顿。那鸡块还挺好吃，嗯，麻辣的，哦，没有土豆，我刚才看错了，没有土豆，就鸡块、洋葱、红辣椒、绿辣椒。啊，砂锅还比较清淡一些，看着辣，其实还挺清淡的。这也今天也玩，吃不了麻辣，一吃饭就走了。本来这儿的计划是两个小时，吃个饭，骑个马。一会儿看那个门沿油菜花能看不？停下来看一下吧。走了这么远的路。看我停。啊、哦。这儿是油菜花，才叫油菜花。感觉西安的油菜花太小了。嗯，两边都是，从这儿都闻到一股浓浓的油菜花味儿。可以可以，来一个，来一个啊！要一根。好，其他的要不要？其他不要，吃不了那么多。因为如果你要是看的花呢，就是这两边的花，再拿就是顺着这往那边走，两边就全都。哦，往那边，好，谢谢。啥？哈哈哈哈哈！哈哈。了千万不能不能。一大片。可以啊，小小还穿了短裤，冷不冷？哎呦，可以可以，不要拍到这广告牌啊，拍到后面了，站好姿势再拍。你们早上拍的又矮又胖，太有意思了！一来了，我们第一天来西宁住的那个酒店，太有实力了啊！太有实力了，太有实力了！不是住的还是之前那个房子？不一定呀。那天来的住的是的十二楼，那记性这么好。不是，我们之前好像在这边，还是还是十二楼。哦，十二楼那个。还是嗯。好，阿姨休息休息。3400公里。嗯，主要是靠小孩家一个人开，辛苦了。从西宁出发，然后再返回西宁。开多少天？差不多11天吧。心肝胆寒这一路看了草原，看了湖泊，看了演唱会，戈壁，看了沙漠，看了演唱会，外星人一只，哦，还有外星人一只，还有丹霞，看了各种地貌，一路上的风景真的美不胜收。然后我们还越过了高原，嗯，穿过了盆地，翻越了祁连山。啊，那就是好多美人。对。然后我觉得最美的最好的还是敦煌啊，敦煌那个演唱会，在敦煌待了3天，那演唱会真的太有感染力，太震撼了，万人大合唱的感觉。外卖到了，点多什么酿皮儿？嗯，快吃。酿皮我一会儿吃我的，我包子、稀饭还有饼。炒凉粉。我这量也太大了。炒凉粉就是，我那天点那个稀饭量也大得很，相当于两个人的量。好大一桶稀饭，一碗，真的还挺香的。我还点了葱花饼、酱饼，然后再吃点。嗯。